当地时间4月25号早上11点多发生规模7.8强震。救援人员日夜抢救，徒手在瓦砾堆中和时间赛跑，寻找可能的生还者。此际看在医疗团27日从台湾出发，这是第一支踏上尼国的台湾队伍，随行65箱重达1吨可提供1000人使用的医疗用品也随团抵达，只为尽快援助当地居民。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卫人医守护爱，我是梁宗昭医师。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7.8，各国的人员呢都蜂拥而至来抢救灾患。跟时间的赛跑，因为当地断水断电又交通阻隔，台湾的慈济医疗团呢在4月27号出发，到了28号的下午呢才顺利的降落加德满都。他们带了93箱的医疗用品，而且重达1.4吨，他们估计呢能够提供1000人来使用。当然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两位曾经到现场的医师，第一位是创伤小组的王建新主任。王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第二位是骨科部的刘冠霖医师，刘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王建新，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创伤小组主任。面对尼泊尔地震后的惨状，他参与第一梯慈济看灾医疗团的行列，希望可以用他整形外科、组织重建与烧烫伤治疗的专长，给予当地灾民最及时的医疗照护。刘冠霖，花莲慈济医学中心骨科部医师，他是治疗先天性双膝反曲个案陈团志与僵直性脊椎炎个案杨晓东的医疗团队成员。面对尼泊尔的灾情，他带当地急需的特殊骨材参与第二梯海外赈灾医疗团，就是希望可以为受灾的民众提供及时的医疗协助。在节目进行之前，首先为您介绍坚强的口吻团队。首先是我们的陈宗英副院长，第二位是我们的骨科吴文田主任、彭成环医师，以及整形外科的吴孟熙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03-8561-337。想要请问各位了哈，你是第一梯到达的哈，当时你的肩负的责任是什么？因为从新闻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啊，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啊，能够被指派到当地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那我们想说，应该要最主要是做一个侦查了啊，去了解当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为后续我们在做进一步的一个服务，还是说发放，甚至提供住宿等等这些东西哈，来做一个侦查的动作，那提供更好的情报回来。因为很紧急嘛，你又是创伤小组的召集人哈，对这一方面的组织哈，当然有经验。可是你发现骨材需要的时候呢，你们就 call 了我们的骨科医师，我们刘医师呢就身先士卒了哈，就到我们的现场。那你好像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义诊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尼泊尔地震的当下，大家就心理准备说，这个灾情一定是非常的严重，而且骨折的伤患一定会很多。那在前线呢，回报说这个当地急缺骨科医师跟这个骨科相关的耗材。那时候心里大概就准备说，是不是自己有那个能力，或是有那个需要，可以过去尼泊尔帮忙这部分的这个灾民。那其实最后会选择出发，还是在我的老师陈英和院长的这个指导与鼓励之下，然后家人的支持，所以最终我就决定说，我们还是要出发去帮助当地的灾民。第一批的探灾团当然非常重要，然后王主任当时他们的材料啊或是设备啊缺到什么程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有机会到一家他们的骨科转诊中心去哈，那它是一个就是从外面转过来，它算是一个专门开骨科的一个医院。那我们前面看的话说，哇，他病人就躺着，整个病房都躺满了。那我们有机会去看看他们的病历，然后看看他们的 X 光片啊，后来发现，真的都是地震当天或者隔天哦被送到这个医院来。那这么多人都躺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骨材。
没办法再进行，因为骨材可能平常没有准备那么多，那突然发生这个意外之后，突然产生这么多骨折病人，所以有很多病人就需要这些骨材来做进行的手术，但是因为碍于没有医材啊，所以他们只好躺在那边，只能打一打那个止痛针，对，这样子。所以王主任就积极联络了，我知道当梯去的还有那个台中的简院长，还有台北的赵院长，还有我们大林的那个李主任，我们知道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就是都是主任级的嘛，所以你们第一批非常重要。如何来组成这些团队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规模7.8强震，灾情与死伤人数持续攀升。紧紧绑牢每个箱子，因为里头装的全都是救命的医疗用品，包括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整形外科专长，台北慈济医院院长赵永成肝胆肠胃科，大林慈济医院李怡公急诊室主任，以及花莲慈济医院王建兴创伤小组主任，组成了第一批看灾医疗团援助尼泊尔，在地震发生的第三天深入灾区了解实际需求，了解当地的灾情，然后建立一个管道，能够让我们为后面的这个志工的团队能够来进行实质的援助，不管是发放，不管是医疗或是安心的工作。为了全面了解灾区状况，团体分成两条路线，勘查人员前往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医护人员前往当地卫生部以及医院进行第一场义诊。现在尼泊尔最要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也欢迎你们，但是我们也高兴来你们来这里帮忙。走到医院外的草地上，帐篷连成一排，原来因为病床缺乏，只好在户外利用简便设备搭设患者的临时病房。我想不应该是在露宿街头这个样子的，我这样讲，但是事实上他应该是有一个好的地方去，有地方可以收容他。经过初期评估，医疗团队发现外伤与挫伤的人数众多，但缺乏骨材无法开刀，因此慈济正在医疗团队运用通讯软体及时将 X 光档案传回台湾，各家慈济医院在陈英和名誉院长协调下组成了跨院区的骨科医疗小组。根据我们正在小组传回来的消息，可能非常需要的还是骨科的作业，各医院包括花莲，包括台北，台中或者是大连的骨科医师，大概就大家就动员了。第二批慈济赈灾医疗团带着灾区急需的骨材，5月1号出发，大医王爱的接力，投入灾区义诊行列。有这个机会出去，我们当然是心态上面是准备好，就是随时应战。怀着共同的目标，要救拔患者身心的苦痛。王医师，你有一段提到受伤的人塞满了医院，能走的人努力从断垣残壁中走出来找有用的东西，而且看到病患没有病房，只能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帐篷内，当地也有雨季那个状况真是堪忧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的描述？因为我们有机会到那个比较重灾区的地方去，巴达铺这个地方，那整条的骨节就整个全部塌掉了。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一群人就从上面搬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从下面挖出可以用的东西出来，就一直往外走。那有些人呢，傍晚的时候再搬第二趟，还有些用小车子推。那整个条路上，除了断垣残壁之外，那很多的就是破碎的石头啊。那一群人都塞满了这条街上。那到下面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医院，那有一个卫生所这样子。但是外面帐篷里面睡的其实都是一些受伤的人，那有时候还是全家人啊，就是有些骨折啊，有些是受伤啊，怎么样？但是因为他也没家可以回去了，那就只好睡在外面的帐篷里面，因为医院里面已经满了，那看起来就觉得实在是很可怜，有点心酸了哈。可是，在这么苛难的环境之下哈，你们又要来如何来帮忙他们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事实上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看最主要是他们当地灾民欠缺什么？那日常生活用品就不用讲了，他们一定是需要的。那另外是生病的人，让他赶快让他好起来，至少能够让他的健康状况恢复，不要一直躺在那个地方。那再来，他们再来，因为快进入雨季了，
实际上在我们去的前一天，当地下了一场大雨。那在昨天的时候又下了一场豪雨，那时候看到实在是地上都积水起来了。那再来雨的话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雨季在六月开始，然后越来越大。那这样子的灾难，他们的房子实际上也很难说在一两个月就盖好嘛。那他们会经历过这个时期。那再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冬天，他们房子盖好前冬天就会来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些保暖的衣物。那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些东西要如何提供给他们，所以你们第一批就非常重要。当然急救的设备更需要了，像骨材，就像我刚才讲说刘医师啊，我看你在办公室，我看你在看，原来你在看 LINE， 原来传一些 X 光片，传一些东西，你就在准备嘛。当时你是怎么样的心情来准备这些东西呢？哦，当下是知道说我们有机会可以参与救灾的这个行动，那救灾一定是自己要准备好才可以帮助灾民，所以等于救灾物资的关于骨科部分的召集人陈院长就直接跟前线联络，那希望可以提供病患的一个简单的骨折形态。那先当然骨折形态这个还是属于比较专门的一个次专科，所以前方最简单的就是把 X 光片直接拍回来传回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看了10到20个 X 光片之后，就知道说可能的骨折形态是什么。其实这个跟我们原先已经预备好的这些骨板，这个其实差异是还蛮大的，所以还好有前方的这个 X 光片回来，所以我们紧急从其他地方调这个可以符合他们需要的一个钢板。对，所以切合需要是很重要的了哈。我知道你只是差几天你就出发了嘛哈。对。你们还去，好像晚上还去帐篷里面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这个帐篷区是这样子，就是在医疗站的时候呢，其实有灾民来，那告诉我们说，在医疗站以外的地方呢，还有很多是资源非常的缺乏的。所以那一天其实医疗站这个结束的时间也比较晚了，所以变得是晚上进去才能更深切的体会到灾民他们其实那种无助那种苦。进去的时候没有灯没有水，就在一个可能在一个丘陵地上呢盖个帐篷，一个大概一坪大小的这个帐篷里面大概要挤14到20个病人，14到20个灾民。对，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环境是很不好的。刚刚王主任有提到，其实灾民也一直在提到，就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开始进入豪雨季了。这个雨季呢，是听说是会下到土石流的那种情况，所以还是非常灾区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他们也是很急需救援。你们的行动很快速嘛，其实也感动非常多人。听说当地的护生呢、啊，对你们的帮忙就很多，王主任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哇，他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其实算运气很好了，因为到那边之后发现我们大部分都不会讲尼泊尔语话，那所以他们的呼声呢，其实都可以当英文的翻译，那他们可以用尼泊尔话跟当地的居民沟通，然后再讲给我们听，而且他知道这些东西、这些药怎么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所以一方面他在做这个动作当中，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啊，他也知道说这个医生在想什么东西，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讨论完之后呢。那我要跟他讲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问完之后，教完之后，下一个病人来，他讲得更完整了，我们就问的比较少一点，他可以把病情讲得更详细。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他们给我们帮忙非常非常大。如果没有他们呢、啊，我们去那边真的是没有用，因为语言完全不通。对，我知道哈，刘医师是带着儿子的爱去灾区嘛，而且呢，我知道王医师你们在帐篷之下呢，在很艰困的环境之中呢。慢慢的呢，得到病人的信任，而且呢，病人越来越多。我们来看这一段 BCR。图片上这一位左手有2道撕裂伤的病人，是王建新与刘冠霖医师在当地第一位进行伤口缝合的病人。因为当地医疗设备短缺，又是在户外，所以王建新在做了清洁消毒的工作后，上了麻药就开始缝合伤口，随后又缝合一位脸部、眼睛受伤的病人。或许是看到医师专业的动作，让民众充满信心，来接受义诊的伤患越来越多。尼泊尔护理师与学生主动帮忙，担任助手与翻译，让医病之间语言隔阂减少许多。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you all here for our help. We are really happy and thank you so much.还有这位英俊挺拔的年轻人，这几天一直陪着慈济人四处看灾拜会。
他其实也是位医师，在中国大陆念医科，讲中文没问题。With the effect of earthquake, those diseases may have aggravated, and there is a lot of fear and depression in people. 很感谢奇迹来这里帮助我们，跟奇迹我们一起，奇迹帮助我们一起看病，给他们医疗。五月三号中午时分，一群人抬着一位误触11000伏特高压电的民众来到医疗站。尼泊尔卫生所的医师看到后，马上求助慈济医疗站。王建新医师马上为他进行高级外伤救命术的初级评估，发现这位民众只是感电及惊吓，检查后发现双手破皮，心电图无恙，请他多喝水，恢复正常后才离开。义诊团用行动付出，收获的不只是居民的感谢，更有当地医护团队的信任。从完全不熟到人说他可以相信我们帮他做一些服务，那这建立起来的关系实在是不容易。第一次参与海外义诊的刘冠霖医师，在自己的日志里写下了这样的话：尼泊尔已经进入灾后重建期，民众开始进行搬运工作，背痛、腰痛、肩膀痛、撞伤等情况十分普遍。另外，灾民开放性伤口经过一个星期，部分的病人已经出现腐烂的情况。医疗团队在简守信院长的带领下，前往加德满都巴塔普市区健康中心对面的重灾区看灾。重灾区里有1000位居民因为地震而离世，只能用惨不忍睹来表达我内心的悲痛。沿途所见，许多人家门口都张贴着多少人死亡，需要水、食物、医疗。慈济医疗团在当地设立医疗站，服务量与日俱增，从一开始的30-40人，至今一天已达到近百位的服务，能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医疗服务，是让我们觉得最窝心的事情。王主任，我刚才看到你那个照片了，就是第一个缝合的那个，这是你第一个动的手术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那时候就看有一个病人就走到他们当地的卫生所的一个换药站那边去，他就看他手包着，然后血在那边滴，我说啊，这个应该是刚受伤。然后他们上面换了一回啊，我说怎么都没什么动静，我说过去看一下好了。就会看的时候就跟那个护士稍微再讨论一下，他说这个他们没办法处理，他要把这病人转出去，他转到其他地方去做缝合动作。那我看看觉得他应该是皮肉伤，肌腱看起来是还好，骨头应该是没有断掉。所以他说啊，这个我们可以处理，我们把他带过来处理好了。嗯，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区吼，帮他做缝合动作。那跟刘冠霖医师一起做，两个一起做，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这个不处理的话会怎么样？不处理的话，他伤口变成说他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可能是10几公里、20公里远的一个医院去做缝合动作。那他家里面受伤，在家里面受灾了，那还要这样来回奔波，那他还换药还怎么跑？这个都很辛苦，对他来讲，身体、心理这些都是一个负担。那我们可以及时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是我们是发挥我们的功能。对，那个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外科医师的，缝合对你们来讲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了，但是也很重要了。刘医师可以帮我们再分享一下你当初开这个小刀的那个经验。这个病人，王主任大概初步评估完之后，我们知道就是他的韧带其实是没有受伤，但是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切割伤，那伤口也不小。当下其实我们的资源也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在一个相对能做到无菌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帮病人做缝合。其实这个病人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我们在缝的时候其实止痛药也不是很够，对，但是他其实就是咬紧牙，完全都没有任何手会缩一动，也所以其实灾民知道我们是很尽力帮他们，即便语言上面不是那么良好，但是他知道我们的用心，所以那个病患很顺利的就缝合完毕。对，刚好听到那 VCR， 其实我心里也凉了一半，因为我们在台湾呢，听到11000伏特哈。电到哇，这个是真是皮肉会再绽开，当然他们也不敢处理啊。还好你是创伤小组的负责人嘛，当然会找你哈。当初你听到的时候是怎样的想法？我说那个早上就是突然7、8个人哦，七手八脚就把一个人病人然后抬进来，那看哇，这个病人抬那边就不太有什么反应啊。然后他们抬那边去之后，到他们的护理站啊，那他们就
医生就喊着我们，对我们这边喊说 ：“Doctor，Doctor， 赶快过来！”他就叫我们赶快过去帮忙。我说这个，他们医生都看到这样子，都求救我们了、啊。显然是我们在那边做的还不错了哈。那到那边去之后，他们这边讲给我听说，这个11000电刀，我想11000，哇，这个应该是很惨。不过还好，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没有闻到烧焦味道，嗯，对，表示他这个电哦，虽然是11000，但是伤害可能没那么重，嗯。那过了一会呢，病人慢慢就醒过来了。他说：“哇，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处理，不然的话，疼也是很麻烦。你们本来是一个帐篷了，对不对？现在把你们来当急诊室了，是啊。所以很多急诊的都请教你们。当然，听说你们也发挥翻译的功能哈，需要人家翻译。你们还翻译的功能，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去的前一天，那中国他们有一个医疗队到那边去，但是他们待了一天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但是他们把他们剩下的医疗物资啊，就留在当地给他们的医师使用。”那我们在那边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就比较熟了，他就说：“哎、欸，能不能帮个忙？”我说：“嗯，可以啊，这个什么困难呢？”哦，对。就过去看，他说：“哎、欸，这个药品帮我翻译一下。”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是中国留下来的啊，因为上面全部都写的是中国字，嗯，那他们看不懂，所以就帮他翻译说这个药可以做什么用啊，怎么吃啊，什么东西什么样子状况不能吃这样子，帮他们留下一点注记，让他们可以敢使用这些药物。对，你们两个在那里贡献很多了，就是说对得到当地医疗团体的信任，这是不是非常大的收获？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理上面也是非常踏实，而且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群起效尤的这个功能也是很好。那当地一开始去的时候，有位医师就知道我们过去，先加入我们。但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更感佩的，就是在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当地的另外一个医师叫圣伟医师，刚刚我们影片上面有看到那位医师，他主动加入我们，当天我们去拜访完，他下午就直接加入我们的医疗站。那之后呢，他每天准时就在医疗站这边帮忙，所以我们这个定点医疗站成员是越来越多，那病患也就是越来越多。那再加上就是他们这样子，护理人员也都靠过来我们这边，所以是越来越多的人。对，那王医师，你这次此行义诊哦，最感动的是什么？我最感动的是说，事实上，一个是父母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可以帮助大家；那另外就是台湾其实是还蛮有福的。那我们出去看完之后，见苦知福，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状况。那刘医师呢？简单，这个去义诊，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还是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的。让我们自己的心态要更，就是行医这条路要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一点，而不是窝在一个自己的小空间。所以其实你们不但给他的医疗了，更重要了，心灵的安慰也是非常重要。今天很谢谢两位的参加，谢谢。带着救命的药材与医材，慈济医疗团一到尼泊尔，取得尼国健康与人口卫生部医疗行为许可证后，与当地医院携手合作，为因地震受伤的患者进行手术。希望能够赶快解决这个地方已经长久受到骨折病患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本周志伟仁医台中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要分享慈济医疗团在尼泊尔强震过后的紧急医疗援助。